你七十活力多才多艺吗？你活泼大方敢秀自己吗？不怕摄影机，不怕大场面，喜欢展现自我，信心十足。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2011台东市第五届马卡巴海公主勇士选拔培训活动开始报名咯，只要你涉及本县或就读于台东县内各校，而且具有原住民身份，满16岁以上至26岁皆可报名参加。我在台东马卡巴海耶、陈建阁市长表示，欢迎台东民众一起共襄盛举，让马卡巴海文化观光季活动可以办得一年比一年更精彩。2011我在台东马卡巴海第五届青上勇士公主比赛选拔即日起开始受理报名哦，只要绑满16岁至26岁的青少年原住民朋友都可以来报名参加。即日起至3月30号来台东市公所原民课，记得邀朋友一起来参加哦。我们还有高额的奖金以及出国观摩的机会，最后还有我们联播。台新闻杨国柱台东报道。